三界王爷，当年长公主的身体早有衰竭之象。你说什么？老臣最后一次勘诊时，长公主已不剩三日。王爷，属下还查到，说，当年来刺杀的正是长公主的心腹。 阿树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当初早知道你自己会死，你都知道了。你眼里是不是只有李杰这个弟弟？你拿命设局来救我，换我对你死心塌地，为李氏皇族卖命，我的出现就是个错，我就不应该出现。 那姐真厉害，是我做的又如何？你想？ 阿树，阿琴，出去。王爷，啊，疼！王爷，你怎么了？你给我下毒了！我帮你。 韩硕，阿姐，好热，清醒了吗？走。